大家周六好，咦，今天天气不好，哎，真的是。你说那两天天气好得不得了，在上班，你说休息在家就天气不好了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看看我们家欧巴准备好的早餐。这是他的这个面包，他说这是面包的形状很奇怪，这是艺术，This is art。呀，你说我喝杯咖啡容易吗？让他给我倒杯咖啡，结果妈呀，这么满！哎呦我的天！对对对，要离手远一点。哦呀，自从上次他自己把那个面包，其实我老公他割到他手已经是第三次了。特别累手。之前两次是喝了酒之后，晚上的时候切的，把手给切了。有有有，OK。上个星期天的结果，横着切把手切了。来，给我看看你的 finger。来，给大家看看他的手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之前切的。The pass is to here。妈呀，你说这男人能干什么事儿？这是面包，非常好。很软，特别特别软。而且它的孔啊比较均匀，有的时候它孔比较大的话，那里一口咬下去都空心的嘛，均匀一点我觉得是最好的。突然想起来，上个星期我们还有婆婆他们来的嘛，就家里头买的这个，不吃的话你想想看也花了好多钱买的。切的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火腿啊，切的很薄也不好，因为很难撕开来。They should put in the one paper between each size. They didn't do it.One and then one lever, two lever. It's not Italy. 看我老公吃蛋糕了，这是他唯一的蛋糕，他喜欢吃的。还有他自己做的，因为这家这个库恒的话，就是这个奶酪蛋糕，它不是很甜。Stefan 不是很甜。对，Stefan's Käse Kuchen very famous, right? In the internet, you can buy it too. I think so. This one is famous.看之前下雨的，我家这里的这个核桃树，反正今年我是没有看到核桃，每年的话都会掉到我们这边来，这属于村里头的。现在要出去买东西了，因为礼拜一明天和后天都关门，所以呢赶紧买要下一个礼拜吃的东西。我老公跟我公公讲，让他下个星期过来，因为这个星期太忙了。下个星期一，下个周末嘛，到我们家来。马上到超市了，到 River 超市。这家超市它停车的地方特别好，它上下位置它没有中间隔离带，那种隔离带的话，我老公老是会磕到车子。它顶楼是 Media Market， 它这个超市很大，这个超市今天人多得不得了。哎，我老公要买牙膏哦，这本他喜欢这种牙膏，直刷这一种，其他一个都不要，真能把你给气死了。这的肉几乎都没了，猪肉没看见，牛肉也没看见了，只剩下鸡肉。超市的选择性肉类就比较多，看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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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价格各种各样的。毕业新肯，其实这些有点酸酸的。透明的，你看，塑料袋装。我们已经结账了，就这么一点，人多的不得了，看看。现在我们又来了 DM 超市，现在圣诞节了嘛，很多圣诞的装饰都已经出来了，看，价格也不是很贵，看看，这个就是树枝弄起来的，妈呀，看看。买东西到家了，看看，这些东西都是放在家里头要用的。我今天又买了这个虾，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个虾，趁着它有赶紧买，9.99一盒，800克，是不是很划算？看今天买了这个巧克力，这个好吃，它是这样子的。最近就爱上这家 Linda。
然后今天买的这个是我老公喜欢吃，圣诞节的时候才会有 classic， 他喜欢吃杏仁里头的。然后这个 78% 其实吃这种是减肥的，也喜欢 Linder。 哎呦，上次买的没有这次买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感觉我们家像过圣诞节似的，巧克力都准备好了，哈哈哈呀，真好感觉。今天我买的这个西芹也很嫩，以前都是觉得粗的嘛，概念当中这个肯定很老，其实没那么老，很嫩很嫩。然后呢，今天晚上把这个昨天煮的这个鸡翅再吃了，就炒一个菜，然后再弄一个这个，是不是挺好的？今天呢烧这个牛肉，这个牛肉19.9一公斤啊，还是什么的。然后呢切了一半，留着炒这个芹菜，其实应该这叫西芹。然后用点淀粉，然后再弄一点给它腌制一下，就比较嫩。哎呦妈呀，听到我老公困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昨天刚打的是 BioNTech， 他之前打的是强生，强生的话他只要打一针，相当于他是这是第二针。看我现在对你很困，现在我放了就是淀粉还有生抽，再放一点胡椒粉、盐、鸡精，再放一点点的油，又放了一点点蚝油，这样更香一点。现在先把这个牛肉炒一遍，这个牛肉还听着挺嫩的。我老公困得不得了，我上次打了第二针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第一针没反应，第二针没反应，还上班呢，都没事。有的人反应比较大，我也在考虑打第三针呢。把这个牛肉炒好了，盛了出来，盛了出来，把锅再刷一遍，刷得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的，就炒这个香芹还是西芹，管它呢，反正就是芹菜，在我眼里它都是芹菜，什么甜椒啊、辣椒啊、小米辣呀、啊，在我眼里都是一个概念，辣椒。看芹菜炒得差不多，炒芹菜的时候我喜欢放一点糖，提个鲜。盐和鸡精放进去，现在把牛肉炒好的牛肉倒进去，看看，浓稠一点是吧？再炒一炒，马上就可以出锅喽。现在把这个鸡翅放锅里热一热，等会就准备开饭了。我现在要摆台子了，我家洗的衣服还没有弄起来。我老公困得要命呢，有的人反应真的很大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因为现在德国的话，它的疫情，它总的来说在欧盟里头它还是比较好一点的，但是呢，就是也比相比夏天的时候，它比较就是增长的，就是新病情的也很多，因为现在有打了两次疫苗的人也会感染，但是感染的话你不会得重症。所以呢，我老公现在就感觉还是比较打第三针好一点。他打的强生，今天打的是 BioNTech， 就是德国产的那个辉瑞啊。我们打了第二针辉瑞的话，第一针是辉瑞，第二针也是辉瑞，所以呢要等了半年。我最后一次打是6月23号，要到12月23号才能打第三针。看看我老公现在又开始什么都要过秤了。你活得好精致呀，我的大小姐。她问我这个，她说这个是茴香吗？我说茴香，茴香是白色的好不好？因为卖的那种茴香嘛，一颗的那种，它都是要做沙拉吃的吧，那种它是白色的。我说这是香菜，哦不对，这是香芹，不是茴香，都带一个香字。This flesh is good. Smell good. It's soft. Totally soft. 对，这个肉还是挺好的，看这个红色的，哎呀，很下饭。今天吃米饭就这么点，因为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然后配上我们的这次买的这个，叫这个应该是Weizen Feeder。
Federweiss 白羽毛。今天回锅了一次，这个鸡翅更好吃，更入味儿。Mm, now it's better taste than yesterday 啊。嗯，呀，嗯。昨天晚上我们看的电影，一个叫《The Silent》，然后第二部电影是《The Quiet Place》。嗯哼。第二部，第一部我们都看过了，然后看的第二部很好看，很好看，要付费的，4.99。我们是在亚马逊上订的，是Amazon Prime 呢 ？Prime 对他订的，他可以就是免费看电影嘛，但是也可也有的要付费的。但是你这个付费的这个电影，你买了一次的话，4.99你可以看一个月。我说我们每天都看一遍，把钱赚回来，跟神经病似的。他昨天晚上看睡着了，因为昨天他打了这个就是辉瑞这个药了嘛。嗯，疫苗。今天吃饭比较早啊，现在吃完了才8:30。你看我这里头这个吃不了了，然后这个你看这里头都是酵母，不能喝了，喝了之后撑得慌，它会在肚子里发酵，哎呀胀气啊。等会儿我们继续看电影，等会儿呢我要吃一下我的 Nutish。 看这个就是我今天吃的，哎呀被我老公丢掉了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是巧咖啡味的。然后呢我老公他就给我这样子的，其实这个东西啊它是这样，给大家看看，看就有点像发酵了一样，有点像泡沫，你看咖啡味的还行。嗯嗯哼，我要开始吃巧克力了，提前过圣诞。Christmas arrived. I try this. You love the Lindt. Lindt is a good quality. It's one of the best. 它是每个里头都有口味的，这个是它最初的做的，这是最经典的口味，嗯，我觉得很好吃。嗯嗯，这个里头呢是有杏仁的，嗯，然后呢这个的话是 is a castor. What it means?Cresta 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都有名字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就是软的巧克力 Nougat。 嗯，这个呢 Croquant、嗯，Croquant 这个很好吃，一个里头就四个，妈呀我老公也喜欢吃啊，真好吃。我老公说哎呀你的口味，你的口味还挺好的嘛，他说 Lindt 像汽车里头的奔驰一样，他说虽然不是法拉利，法拉利是另外一个牌子，我以为这是德国的牌子的巧克力，他说这是瑞士的。你看一会儿功夫他吃了俩，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了。好了，今晚的视频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的大牙缝的视频，就每天看一看，订阅一下我的视频啊，我的视频呢就是关于我自己想说的呀，想做的呀，每天的平平淡淡的日子，看看一个二婚的中年妇女，应该少年妇女，不对，少夫吧，40岁不到的话应该叫少夫啊，二婚的女人在德国的生活，虽然没有像人家过的贵妇生活，但是日子是过给自己的。好了，咱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